今天做一个双蛋黄冰淇淋，先掏两个蛋再说。要是你的蛋是冻过的，就记住不要开水下锅，不然你会得到一锅蛋花汤。再掏两个蛋，哎，这里就有人问了，为什么你有这么多蛋？讨厌，问人家这么隐私的问题。我就大发慈悲的告诉你们，现在都 5G 时代了，谁还随身携带的蛋？我都存在云端上的。记住冷水下锅哟。煮了半天好像没有熟，我去他妈，现在煮个鸡蛋都翻车。把蛋白吃了，我们就得到两个蛋黄。蛋黄有了，我们来做冰淇淋。凉白开也行，牛奶也行，水多了可以喝掉，太烫了还是倒了吧。加点奶粉，加点炼乳，搅和搅和。